黄油鸡翅这个个头就真的没办法了，真的是噗矮下去了。那之前单个在上这些视频的时候呢，我其实一直在吐槽。那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向，也来说一下这四合积木的优点。那这四合积木的配色基本上是很好的还原了电影中的一个配色状态，那色彩比较鲜明，而且你一眼也能认出来这是电影当中的哪一台机甲。那可以说它的配色以及它的设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这几台机甲的价格其实一直是比较贵的，那99块钱一盒，那最多的也就500多片，少的只有300多片，价格相对来说偏高一点，但是它本身还有自己的授权的费用在里边。那这授权的费用肯定也不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从整体上面来说还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当然如果你硬要把它跟某些盗版的国产积木的价格来相比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毕竟授权费用是白死人这边的，而且这个授权费用的价格肯定是非常昂贵。那这几台积木都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关节键表现其实都不好。那这个关节键的问题是小鲁班目前阶段可能没有办法很好来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都是相对偏松一点，所以我们在搭建很多比较关键的部位的时候，它的积木经常会往下掉，就算搭好之后也会往下掉，所以我们搭建好的成品基本上只能是用来站桩了。
不过用来站桩的话，你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只不过 我总记得电影里边好像这些个头看上去应该都差不多的，但是现在做成积木之后放在你面前，这个个头差的有点大。那也有可能我记性不好记错了，比如说像之前这个引力弹弓，那我也把它记成了那个炮了，那也正常，因为那电影实在太无聊了，我看的时候看到后面我都差不多快睡着了。虽然小鲁班的环太平洋积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留下各种的遗憾，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于小鲁班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啊。可能现在的积木机甲表现并不好，但是以后如果说他们能够把积木件的质量给提升上去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更特别的是这四个产品的头雕，那你如果把头雕留出来，留在自己所设计的 MOC 的机甲上面，那效果肯定也是相当的不错。那么你自己设计的 MOC 也可以用乐高件来做嘛，那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